们今天继续看那个，120页。好，我们上次就上上个礼拜这一季，讲到那个一空说有说无尽的时候，好，那这个再补充一下哈，就是说这个不是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如果从圣义地的话就没办法讲，有没有？所以这个一空不是说就是在空性的状态里面，它是指无自性，从无自性来讲的话，好，那这个有点类似的哈。我后来想想，可能用这个表来例子来说明会比较清楚。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说，比如说我们看眼前可以看到的桌子啊、椅子啊，它是其实如果从化学的观点哈，因为我学化学，它其实是由元素然后组成啊原子、分子这样构成的啊，所以。这个还是世俗的观点哦，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说一空的空呢，从无自性来讲，还是从世俗的观点，只是说它是比较微观的，类似说有点像化学从元素的角度来讲，它只是不同的排列组合而已，就是这些元素的不同排列组合，但它其实根本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我们一般会讲不增不减嘛，它只是在不同的形态这样转换而已。好，那这里呢，主要是针对那个第四句的此行来说的。这个行就是指五蕴。好，我们上次有提到，如果你看那个圣喜的403页，看一下哈。哦，圣喜的这个注疏真的是帮助很大，还有很多地细节哈，它都有说明哈。403的第六行，诸巴迪扬。这个主八就是行，敌就是次，所以那个我们刚看的第四句那个此行就是这个。可是光看中文此行真的很难理解了，这个行呢是字面可以翻成就的意思。这个用词哈，这个在入行论也有用过这个表达，它就是说，等于说这个补特伽罗是由五蕴造就的了。我们说成就其实有点说由五蕴造就的这个补特伽罗哈，可能要这样理解，不然这里用成就也很难猜哈。但字面翻此行呢，那个行也更难理解哈。那他这里就解释了，就是说这个是具有五蕴的特性的啊，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就是加个尖嘛，其实就是名义，就是人了、啊。人是由五蕴构成，类似这样、哦、所以这个此行呢，其实就是五蕴所、哦、所以名义蓬勃嘛，所以重点是在这个蓬勃。能够、造就人的、啊、这样的一个五蕴，造就友情的、啊、的一个成分就对、哦、有点这样的意思。所以呢，从比如说我们从化学的观点哈，所有的这些看得到的东西都是元素所构成的，啊，微观的来看，但这还是从世俗的层面来讲。所以这里说一空说无尽呢，它还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只是说它可能是比较深层的理解啦，比较深层的理解哈，它不是，它主要是相对第。最后一句的名言说有尽来讲，一空跟名言啊，这个是相对的。有点说，这个一空呢是从无自性来讲啊，从无自性来说呢，空就是空掉自性啊，或者说无自性，或者说自性空啊。从无自性或自性空的观点来说呢，是无尽的。这里有点类似我们说的微观的角度了哈。然后名言就是一般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哦，这个人活着，这个人走了死了，我们会讲他是生，他是灭嘛，或者说活或者死。死的时候就好像有尽啊，可是实际上我们仔细去想哦，这个人的运，比如说以色运来讲，他死的时候，
这个声音其实它只是换个形体而已，啊，它可能比如说尸体分解之后可能变成其他东西的，可那个元素还在啊，了解吗？然后心事呢，继续往下一世，也没有断啊，也没有断过，可是我们会说这个人已经走了，已经死了，对不对？好像以为说，好像这样的表达就是说，他的五蕴的相续就完全中断，其实没有。你仔细去想，你发现色蕴也没有中断啊，视蕴也没有中断，粗的中断，但是比较细的那个意识的相续还是没有断，有点。但是我们名言哈，在世间人的表达里面会说，哦，这个人是活着，这个人死了，特别是死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没了。可是你仔细想，色蕴还在，他的相续还在。哦，或者说后世运的相续也还在，并没有断啊，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类似这样讲，就是从无自性或者自性空的观点来说是无尽的，哦，类似，比如化学讲的元素哈，哦，我只是举例的哈，哦，类似化学的元素呢，它也没有灭啊，它一直只是不同的排列组合而已，或者说起不同的反应，然后形成不同的分子啊，哦，这样下去这样。倒数的第三句跟第四句，就是我说，我或说无尽，或是说有尽，那个我是指佛嘛？佛。那这个时候，我记得我笔记上是写说，佛讲这两句话是从无自性的角度来讲。对啊，就是意那空。所以是跟倒数第二句。或说无尽，就是配这个，这两个要配在一起读。它等于进一步说明了，我。有时候说无尽，这是依空说无尽；有时候呢说有尽，这是名言说有尽。名言的话就是一般人的看法了，啊，比如说有生有死这样。可是你如果从无自性的角度来讲，它其实没有中断过啊，它是不依不异、不长不断嘛。我们讲过嘛，哦，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依的话是说，从因到果，它不是同一，它不是完全没变啊。不异是它也没有中断啊。没有，哦，就是因到果的这个过程，它并不是完全保持不变，所以不依嘛，不依不异，也不是异，也不是中断，异就是中断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因为不依不异，所以它是不长不断，哦，这个都有连带关系，所以这里的依空，我们不能说它是圣意中，圣意中没办法讲，哦，我们上次有提到嘛，所以依空这里不能从圣意的角度来讲，哦，这个还是。这两种还是从世俗中来讲，只是一般哈，我上次会有点很难一下子转不过来，是因为一般在解释世俗中的时候，有时候会讲名言中，好像就画上等号。其实这里不是，这两个都是世俗中，只是这个名言是指一般人的表达哦，会说哦，活着、死亡这样哈。然后这里也是，其实这个比喻呢，哈，我们说这三句是比喻的，背。好，那真正要表达的是这个吞。人寿量百年，说活而须死，这个就是从有尽来讲了，有没有？比如说这个人他活了100岁，有没有？可是年他可以累积吗？不行啊，年无可及啊，所以。然后面这里要讲的是年是无尽的，你从时间的那个序流来讲，时间的那个我们说时间的光谱来讲，它没有穷尽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会说，从每一个人的那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哦，这个人活几岁，某某人又活几岁，有没有？可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讲，没有尽啊，有没有？有点类似这样哈。哦，这个比喻里面有尽无尽是这个部分，哦，从这个然哈，这个然是一个转折嘛，哦，然后意义要讲的其实，比喻重点是在讲罗啦，罗就是年呐，年或者岁，哦，可是意义要讲的是蓬勃，就是此行的这个行，讲的是运。好，那运当然就是包含了色蕴、后世蕴这些哈，物质层面的就色蕴嘛，精神层面的就后世蕴。
或者不相信行，行运里面还有不相信行啊，类似这样。对对对。可以看一下这个经哈，我有去查，它是附子合集经，就是附子相会经。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嘿，就是说跟业有什么关系的？是哦，我已经忘记了，我已经忘记了，太久太久了。就近的一处，哎，对，这个是应承的讲法。他的这个我可以说明，这个在密。善显密书有提到，我可以可能要查一下他页嘛，唯我这个概念，嘿，他唯我其实就是意识的相续安，唯名安立的我了。唯我还是要有个那个所依嘛，它有一个命名基础嘛。那这个唯我其实是唯名安立的我，那唯名的安立我怎么你怎么它的所依是什么？就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的那个续流嘛，新的续流嘛。主要是新的续流，因为如果不谈不从密续的角度来讲的话，啊，密续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心风都它的续流都没有断，心跟风，风就是物色蕴的部分，但如果从纯粹显教的话，我们会说意识的续流没有断，所以从意识的续流从无始到现在，这个作为命名的基础，命名我的基础，所以在这个意识的续流上，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唯我，唯名安立的我。他也是，我们也可以说他是究竟的益处啊，只是说他不像阿赖耶识，他是好像一个实有的一个心，有一个实有的心。他这个意识的续流，意识本身还是无自性的，就应承来讲的话是这样。他整个意识的续流还是一个存放业的习气，只是说他不会说他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啦，差别在是实有无实有。你造业之后，我们不是说造业之后那个业的习气嘛？它其实就是随着这续流一直带下去啊。那有一天会成熟的时候就感果嘛。主要是那个存放处是实有无实有了，唯识以下就是有一个实有的存放处嘛，比如阿赖耶识，或者说什么不思法如菜，不坏思法如菜卷这样的东西。这个可能要再看一下，我也不太记得嘿。因为如果从那个刚讲的是，主要是应该是就近的益处嘿。暂时的话，我没有特别的印象，可能要再查一下。但是这个唯我的概念，这个在善显密书有提了，你可能再我再查一下。然后这里这个谭师姐问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他这里为什么要举这个哈？他跟因为我们讲的是业嘛，为什么要提这个哈？这个我也没有特别想哈，等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附子合集经》，或者有时候翻《附子合集经》，它其实是《宝积经》里面的一会了，《附子相见会》哦，所以它这个应该是类相当的哈，只是说这个是单独成经这样。看起来哈，就是说他应该还是要讲那个无自性，才会有那个，就无自性的生，无自性的灭，它不是一灭永灭，应该是要讲这个概念了。只是说他讲的，他从运的角度来讲而已。
就是说，所以他这里其实后面他引那个转有经也是一样啊，就是流转三有经，他还是从那个生灭的角度来讲，然后他就会提到生死业果，他一起讲。所以我在猜这里他引这个经是不是就是要提到说，我们说生灭啊，或者灭就是死嘛，然后业。造业感果，这个其实都有关联的啦，啊，只是说这一部经它重点是在谈这个生灭这个部分，对，因为这里我没有特别去想谭师姐提这个问题哈，所以可能再看看。不过他这个问题很有道理哈，就是说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因为之前谈的是业嘛，业如果不以自性灭的话，表示它才有可能感果啊。如果业是以自性灭，就一灭永灭嘛，就不会就没了。对，好，所以我的理解是，可能跟后面可能很多经都是这样哈，就是生灭业果其实都有关联在谈，因为底下的转有经也是这样谈。对，好，所以它变成会，虽然它重点在讲业果，可是它会提到那个生死。好，那我们可能先这样看了哈，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好的。底下是第几句？我看一下，第40号。那我们要看上文。好，那他就说：“当以譬喻从明比义。”哈，哦，所以前面表示前面是意义，那现在要用譬喻来说明。哈，也就是说前面等于39句是意义啦。好，所以39、40的关系是这样哦，用譬喻来说明，啊，从明就是从就是在，然后再次说明。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根本记哈，就是藏文的根本记。可能要回看。左边，因为它的第一句跟后三句分开，所以我们可能要看能不能放在一起哦。哎，刚好，那我们念一下哈。米兰，米贝，于塔，通内尼，世界。论了，恰巴，戒酒瓦，提醒，高兴，让行，圆明杯，累累，将尼，解不，约把银。好，那这里呢，一样哈，就是它有个提醒哈，同样的，所以呢。看起来哈，这里是比喻了，那这里开始是意义吞，这样可以哈。然后在如果看底下的解释的话，这个咪喃其实要加个哪会比较清楚哈，就在梦中，咪喃就是梦，好，所以。加一个哪比较清楚？就是整个是状态副词，MADV，在梦中。好，那接着咪呗语道通啊，咪呗语道通再刮起来。哦，当通的受词。看见所缘境，好，那因为所缘境可能不止一个，所以它是复数。这个它应该是复数哈，不会是双数。虽然它可以当双数，但是在这个语境看起来应该是复数。所以就是在梦中呢，看见种种的所缘境之后，啊，这个呢是 CPE 之后，
然后就醒来了。比如说这个看啊，应该有个主词嘛，有个主词，这个主词呢，其实就是这个论，论是什么意思？愚者，愚人，论不？好，主持是愚人，他在梦中看见这些各种的所缘境之后，当然这个所缘境底下会解释了，他引那个专有经，其实就是看到美女哈，看到美女。那看完之后呢，醒来了，色是醒来，好，这个就醒觉啊，醒来。那加个姜呢，就是虽然但是，七比二。虽然醒来了，但是呢，这个对于这个愚人来讲呢，他还会升起贪着，恰巴是贪着。那这个伦拿要挂起来，这个拿是出格，就对什么而言哈？就对这个愚人来说呢，戒求。戒是主要动词，求是助动词。戒是生，求是将生贪着。那以词性来讲的话，这个因为戒是一个 vi 哈，不及物动词，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恰巴当成主词，将生贪着，或者说对这个愚人来说呢，贪着将会升起这样。虽然已经醒来了，他还是有贪着了，还是会升起贪着，所以才叫愚人呢、啊。就是说，根本是梦中的美女，不是真正的美女。他醒来还在起贪着，这个就是这个人就是愚人才会这样哦，类似这样啊。比喻是这样讲哈，那其实意思就类似这样，就是说意思他要讲的是说，一般人对无实有的境，但却只为实有。这个类似这里的贪着梦中美女的愚人一样就是说，只是当然这个要从圣者的角度来看圣者的角度来看一般人就类似我们去看愚人一样，有点了解吗？他 有可能有这样的层次，就是说凡夫圣者来看凡夫，然后我们来看愚人，我们来看这个比喻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了解，但是我们自己身处在指使的状态，我们不了解嘛？那这个是圣者来看，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很像愚人，有没有？这个是在梦的状态，这个是在现实的状态。好，那透过这个比喻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状态，然后对于境呢，都境现为实有，我们的分别心又去执为实有的状态。那甚至来看，我们就是很像愚人啊，无实的东西你去执使啊，有没有？有点这样。好，那同样的，所以意呢，噶行让行曰敏悲雷。第一个雷是名词就是业，这个是业。这个雷是重格 ，AB。好，那这个业前面有一段一串修饰语来修饰它。那中间用了一个接续助词行，而且表示说这个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业已经灭了，刚它已经灭了。第二个部分它是非有自性。法尊法师示范，如是业灭无自性如是业灭无自性其实灭就是这个，无自性就是这个。业就这个所以他把这几个如是就是得行住如是嘛，
搞醒攘行原名悲雷，他就翻夜灭无自性。但是如果说照我们的前面的理解，夜灭无自性要怎么理解？以无自性的方式灭的夜。以无，这里其实要一起读了，就是以无自性的方式灭的这种业，不然的话，业灭是一件事，无自性分开的，很难理解啊。它主要其实要表达就是以无自性的方式灭的，以无私有的方式灭的这种业，哦，其实真正意思要表达这个，以无自性的方式。无自性的方式就是无实的方式了。好，那以无自性方式灭的业呢？它表示它还有感果的能力。哦，它也不需要什么阿赖耶识啊等等啊德啊什么来存放它的习气。哦，他因为他是以无自性的方式灭，所以他也将来还会以无自性的方式生果。所以他说，由啊，再从这个雷来翻，由以无自性方式灭的业，也可以有果。啊，这个有果其实就是这里约法其实是 give 了，就是可以生果，可以生果。对，第四句那个法身法师就是从彼亦能有果生嘛，好像是这样翻，从彼亦能有果生。嗯，好，那底下就是引那个转有经哈，转有的意思就是流转三有了，它不是说转动有，不是这个意思哦，它是流转三有，其实就是流转三界、流转轮回的意思，在轮回中流转的意思。这一部经不会很长哦，不是很长。然后他有，好像是吉天菩萨的注释，有吉天菩萨注释，但是不是很好读，有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哈，不是很好读。然后这部经呢，我印象中，因为之前有同学处理过哈，好像是弥勒开示的，但里面好像是弥勒开示，等于弥勒是说法者这样。不过这个呢，再看一下哈，有兴趣的话可以读，因为这个有汉译。我们看一下这个中文哈，《转有经》。好，这部经其实很有意思，可以哈，流转。三有，然后他的藏文叫 C 八破瓦，这个破瓦就是破瓦法那个破瓦。这个我们说，它其实在这里是流转的意思呢，就是第一个意思是流转。好，第二个是迁移的意思。我们说破瓦法就是仪式法嘛，把神事迁移到那个净土去啊，类似哈，透过一些修行或者说透过上师的力量哈，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破瓦法的那个字哈。他没什么不好啊。没什么不好哈，他如果跟上司的缘很深，上司是有办法帮他，但是一般来讲，应该是生前要有那种类似的修行啊，要有这样的修行才有办法，除非那个他跟上司的业缘非常深，对，一般会这样讲。那这里是主要是流转的意思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王当知，譬如男子于睡梦中，见与美女共为稠蜜，
哦，这个共为稠密其实可能有可能是指性行为之类的哈，但是它在藏文它叫 henji jeba 同行啊。如果看着那个藏文的话是 henji jeba。哦，但是意思不是很清楚哈，就是光看藏文的字面不是很清楚。朝暮相处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它字面“黑气最怕”只有同行嘛，那反正凡事凡稠密其实很也是很模糊啦，很模糊对。然后既睡觉哈、啊，这个不是睡觉哈、啊，睡觉就醒来了，从睡眠醒来，然后他就思念这个美女哈、啊，大王于意云何？若此男子梦与美女共为稠密，既睡觉以意比美女。可说此人唯有智否？王言：佛也，世尊何以故？世尊有比这个世尊应该是要那个哈，因为王回答嘛。有比梦中美女非有不可得故，况能与彼共行稠密哈？唯有彼人徒自劳苦哈。佛言：大王如是哈。那如是以后就是要讲意义喽，这里是臀喽。被这里开始要譬如哈，这里开始这样比喻。好，这个所以等于前两句的解释啊，前两句的解释是这里，后两句的解释呢是从这里开始。所以很明显哈，第四十偈月称入中论的第四十偈就是。根据专有经来写的，很明显哈，因为他自释也这样写，所以从这也可以看出来。如是愚痴寡闻凡夫，眼见色时，心生喜乐，便起执着为色时有。哦，这里很像我们现在的状态嘛，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哦。我们看眼视看到色的时候，那因为我们有无始来的那个。就是与生俱来的这个俱生无明，对不对？这个俱生无明，以应成派来讲的话，这个俱生无明跟他的习气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眼视。好、哦，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色，其实就很广啊，这些都是色啊，看得到的各位的五色蕴、桌子啊、哦、等等，这些都是色。所以这里的色是，这里的色应该是指色蕴。色蕴的话，不只是眼视所见，还有耳视所闻的声音也是算色蕴哦，它很广。还有鼻子闻的气味，舌头尝的味道，身体接触的这些东西，这个都是色蕴的范畴，色蕴的范畴哦。所以我们可以讲说，五根五境，哦，五表色，哦，这是一个。就是照那个具色的讲法的话是这样，这些都是色蕴。好，那因为无具生无明影响的关系，这些不管是声音或者颜那个颜色形状，现在我们的前面的时候，我们都会现为实有，好，因为无明的造成的嘛，无明的习气造成，都现为实有。然后我们的第六意识呢，就随着所现去这样执着，如其显现般这样执着。因为它现为实有，我们就执为实有，无始以来到现在就是这样、哦、所以遍其执着为色实有，其执着以随身染爱。那所以这个起这样的执着、哦、说色是实有的执着，这个就实有执啊，这就实有执。那应成来讲，实有执就是我执啊，啊，实有执是我执，啊，因为实有就是我，或者自信执，啊，这个是基本面，啊，就是说这个实有执有的时候，其他烦恼都来了，所以
己之所以随身染爱，喜欢的就贪，啊，不喜欢的就嗔等等哈。我在说，己之所以随身染爱，其染爱故随贪嗔痴发生于意造作诸业。那这里之前呢，就是我们说属于烦恼的部分，啊，这些都是烦恼。从私有执开始啊，这些都是烦恼。然后透过生于意造作诸业啊，所以业烦恼有没有？这两个都是我们说苦四谛来讲都是极谛，烦恼极业极。然后再讲得清楚，他说造作诸业，染指诸业，作以极灭哦。就看不到啦。比如说我们上次不是讲，比如一个人他去杀人，杀完杀的动作就不见了啊，不见他的杀业怎么传递下去啊，有点这样的意思齁。看起来是没有的，他杀，比如他杀这个人，他是 A 杀 B 杀五分钟，杀完了第六分钟就看不到他杀了嘛，对不对？或者他就逃离现场，那只剩下 B 的尸体躺着这样，然后 A 的杀业已经做完了，然后第六分钟以后也看不到了，他也不在现场。那对 A 来讲，业已经不见了啊，那他怎么感果？哦，会有这个问题。那流转三有经他就讲得很明显，他说灭以业灭了之后呢，哦，就比如杀业造了之后。不依东方而住，乃至不依四维上下。好，这里其实省略很多东西哈，比如说不依东方而住，照那个印度的习惯是东南西北哈，不依南方而住，不依西方而住，不依北方而住哈，乃至不依四维，四维就是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嘛哈，四维就等于四隅啦，有时候讲四方四隅。好，那个余呢，就是参，啊，如果四的话就是参习，然后这四个叫丘习啊，四方，四方四余或者四维，然后一般讲十方嘛，所以四方四余会再加上下，就十方。好吗？住于十方的三世诸佛，十方就是这样来的哈。上是 den， 下是 ok， 好，所以合起来就是十方，十方三世的诸佛，好，十方就是这十个。好，这个沙业灭了之后呢，就它不会住在东方，也不会住在南方等等，也不会住在上方，不会住在下方。又云后临终时，哦，在临命终的时候呢，同分业尽，哦，他讲同分业尽，这什么意思？同分业，好，这个在。藏文它好像是铁汤扎尾，哎，铁汤扎尾戒巴是不是？铁汤戒巴扎尾，嗯，这样回答。铁汤戒巴扎尾，有没有看到？应该是下一页的，铁汤戒巴扎尾。同分的同就是这个扎瓦啦，分是 geba， 同是相同，分是福分或者缘分，或者
有时候翻缘分啊，这 gay 吧有时候翻缘分福分。哎、欸，哇，不要叫他，等一下我再写，可按到这个同分夜尽。这个同分，同是那个整个先写一下。铁糖，鸡巴，爪哇，雷。然后同是这个爪哇，分是这个鸡巴。它是福分缘分，相同福分相同缘分哈，这什么意思？其实就是造就我们，比如说我这一期生命假设是七十岁，能够让我感这七十岁的果的那个业啊，这个业就是同分业。就这一期生命的同分业，他感我，让我得到这个人去七十年，啊，那这个同分就是这七十年的每一刹那都是同分的，就是说都是被同一个生命体嘛。我在这七十年当中，我并没有转换不同的去，啊，没有跑到恶去，没有跑到天去等等，就是都是人去，啊，所以这个业叫同分业。这啊感能够感这一期七十年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业叫同分业，但是因为到了临命终的时候，这个同分业已经快结束了嘛，对不对？好像说同分业尽，好，意思是这样。好，这个铁呢，应该是指这个寡愚痴寡凡夫了哈。然后接着，怎么那么远？哇，好远啊！同分业尽，意识将灭。这个意识就是指这一世的意识啊，最后的意识将要灭了。这时候会出现一个状况哈，这个是经典讲的哦，所作之业皆悉现前。这个所作之业就是刚刚有时有值还有其他烦恼透过身影力造的业，有没有？前面在前一页我们看一下哦，这个诸业，等于在这一生当中造的诸业啦，在临命终的时候都会现前。这个状况就像说，睡梦中你梦到的东西，醒来的时候意念一样。好，这是经典写的哦。所以，如果这是真的话呢，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可能很多这一生做的什么东西都会跑出来，都会跑出来。所以有时候不是会听到说，假设是一个屠夫的话，他就梦到他会看到很多羊来啊，比如牛啊羊来找他，这样就梦到那个情景哦，可能是这个状况，这是专有经明确提到的哦。所以这里的诸业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诸业。哦，就是这个所作之业都会现前。好，哦，那用从比喻来讲，就很像男子从睡觉以意念梦中所见美女影像现前一样，在临命终的时候，这一生造的业都会现行，都会看得到。
有时候很像看电影一样，一下就全部跑出来这样。大王如是最后世灭。好，那到这里呢，就是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最后世灭了。然后紧接着身分所摄，当然他这里没有讲中有，他没有好像没有提到中有哈，但是直接讲身分嘛，就投身的地方。如果因为他没有讲中有是有道理，为什么？身在无色界不会经过中有，会经过中有只有投身欲界跟色界才会经过中有，无色界不会。所以他可能要为了就是比较周延的讲法，所以他就略过中有哈，就是略过中有，因为他要讲一般的状况嘛。好，他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如果这一期是最后是灭的时候，这是实有。我们讲事有嘛，有事有。事有的话是西巴西哦，西巴西。事有跟三有不一样哦，三有是指欲有、色有、无色有，其实就是三界。是三有的话，就是三界。但是讲三有的时候，通常这个数目会省略了。哦，通常数目会省略，直接讲 C 八就是指三有。好，那讲四有的时候，这个习不能再省略，因为省略的话跟三有一样啊。所以西巴习的话就是实有、中有，然后这里身分所摄，这里是身有。好，实有、中有、身有，还有一个本有。本有是什么阶段？就是身有到实有之间活着的那一个阶段。实有是最后一刹那，死哈，就是这一期生命的最后一刹那。那生有是一期生命的开始的第一刹那。本有就是介于生有跟死有之间啊，就是它是介于等于第二这一期生命的第二刹那开始到死有之前啊，介于生有及死有之间的阶段，对，我们就是本有的阶段。其实那个生有是在妈妈肚子里就算了。对啊，对啊，对对，结生相续那一刹那是生有，之后即使你还没出生，就是本有了，这样了解吗？之间的状态。哦，所以一般会讲说，如果照顺序来讲，哈，如果生有是第一个，哦，那本有是二。三是实有，四是中有，对。这里略过中有，理由就是哦，我猜了哈，这里我猜可能是说，因为他要三界一起讲嘛，所以他因为投身无色界不需要经过中有，所以他就没有特别提中有，直接从实有跳到身有哦，这样。因为身无色界者。不需经过中有。这个要我不太记得了，据说有讲。应该是我记得，可能再确认啊，就我记得好像是因为没有，因为无色嘛。中有的形象会跟他将来投身的类似。一般比如说你今天要投身人去的话，你中有的样子会跟人去的样子很像。可是如果投身无色界，无色界无色啊，所以他就没有那个中有的，因为中有还是维系色，他还是维系人的，因为无色无没有形那个形色，所以他就没有那个中有的阶段。我记得是这样。但是可能要查一下，时间到吗？那我们休息一下，我查一下好了。